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、图片、实物等证据，美方只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过去，难以交代，难以服众。美方一贯标榜所谓公开透明，如果美方称这是虚假信息，那为什么不公布详细资料，自证清白？美方资助的2亿美元到底花在了哪里？美方对哪些病原体进行了什么研究？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其网站上删除了所有相关文件，他们是想要隐瞒什么？美方为什么20年来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？美方如果想证明清白，为什么不开放这些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？